销声音大喜，帮忙提亲，萧亚轩差点崩溃。结婚的时候也是第一个跟姐姐讲，是，那我就想，那真的是要会研发什么？那我是不是要去见对方家长？那我要叫人家阿姨还是叔叔，还是叫亲家公亲家母？我后来看到安娜的爸妈，我都嗨，叫亲家公亲家母，我觉得好成熟哦。